重新再学习一些新的舞蹈，接触一下这么热爱舞蹈的舞者们，挺有意义。学习阶段，你专注去做，不断练习，你要相信自己。我没压力耶，我就来享受嘛。除了休息、拍戏、看剧本以外的时间，就学习舞蹈、看视频。应援担当，有这个不天生的吗？哦，可以练的。好看就是在于要自己看下去，会看到很多惊奇的部分在里面。